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台硕健康关怀团队的体适能教练叶耀宗。你今天运动了吗？如果还没运动，待会可以跟着教练一起动一动哦。今天课程的目的要来强化我们的下肢的肌群，采用了高强度徒手下肢训练课程来训练我们的臀部跟腿部肌群。那你准备好了吗？那我们一起完成今天的课程。高压腿，两脚距离比肩宽，重心稍微偏向左脚，伸展右脚，伸展大腿内侧，操作完换另外一边。换边。胯部压肩，两脚打开下蹲，双手掌撑住大腿位置，肩膀顺势下压。换边。大腿后勾，两脚距离与肩同宽，首先右脚向后勾，右手扣住右脚踝。换脚。深蹲加跳，两脚距离比肩同宽，骨盆与臀部稍微往后推，顺势双脚下蹲，下蹲时吸气，发力时往上跳吐气。下蹲时感受重心在脚掌位置，腰背打直，身体稍微向前倾，用力往上跳，感受臀部、腿部发力。RDL， 右脚站立，右手贴紧大腿前侧向下延伸，左脚向后延伸，髋部做出髋屈动作，手指超过小腿一半，回到原本位置。髋部做出髋屈动作，感受臀部后侧有股张力，手指超过小腿一半，收缩臀部回到原始位置。RDL， 左脚站立，左手贴紧大腿前侧向下延伸，右脚向后延伸，髋部做出髋屈动作，手指超过小腿一半，回到原本位置。髋部做出髋屈动作，感受臀部后侧有股张力，手指超过小腿一半，收缩臀部回到原始位置。螃蟹走，两脚距离比肩宽，保持半蹲姿势。发力时，右脚向外打开，左脚接着跟上并拢，然后换边走。横向侧并走，感受臀部跟腿部发力。半蹲垫脚尖，两脚距离比肩宽，保持半蹲姿势。发力时脚尖垫高，接着缓缓回到起始位置。
半蹲时感受大腿发力，垫脚尖时感受小腿发力。深蹲加跳，两脚距离比肩同宽，骨盆与臀部稍微往后推，顺势双脚下蹲，下蹲时吸气，发力时往上跳吐气。下蹲时感受重心在脚掌位置，腰背打直，身体稍微向前倾，用力往上跳，感受臀部腿部发力。RDL 右脚站立，右手贴紧大腿前侧向下延伸，左脚向后延伸，髋部做出髋屈动作，手指超过小腿一半，回到原本位置。髋部做出髋屈动作，感受臀部后侧有股张力，手指超过小腿一半，收缩臀部回到原始位置。RDL 左脚站立，左手贴紧大腿前侧向下延伸，右脚向后延伸，髋部做出髋屈动作，手指超过小腿一半，回到原本位置。髋部做出髋屈动作，感受臀部后侧有股张力，手指超过小腿一半，收缩臀部回到原始位置。螃蟹走，两脚距离比肩宽，保持半蹲姿势。发力时，右脚向外打开，左脚接着跟上并拢，然后换边走。横向侧并走，感受臀部跟腿部发力。半蹲垫脚尖，两脚距离比肩宽，保持半蹲姿势。发力时脚尖垫高，接着缓缓回到起始位置。半蹲时感受大腿发力，垫脚尖时感受小腿发力。You did it! 缓和伸展，大腿后勾，两脚距离与肩同宽，右脚后勾，右手扣住右脚踝。换脚。弓箭步，两脚距离与肩同宽，首先右脚向后跨一小步，接着膝关节向后伸直。换脚。
跨步压肩，两脚打开下蹲，双手掌撑住大腿位置，肩膀顺势下压。换边。以上是高强度徒手下肢运动，可以多操作几遍来强化我们的臀部肌群跟腿部肌群。